这个要打这个勾了啊。首先一点呢，它里面呢借助了好多人的东西，是它绝不是一个人啊。有谁的东西呢？我们来稍微的里面加一加啊，有现代人的，也有古代人的，嗯啊，古代人的有谁的东西呢？我们看一看啊，有金农的，对，金中心，金中心的有是吧？哎，这肯定有。你看头一个字就是这样的味儿的啊，有这个。笔触里面呢，还有不少邓叔的东西。是这个笔是邓叔的有，但是呢又不完全邓叔。为什么？邓叔是基本上是非常的实诚，有多少是到多少，有多少到多少，不会减省的。是谁减省的？我们当代人开始减省了。啊，当代人谁减省的？我们看这个，我就看这块像我们师兄弟这个是啊见货的那架子就开始有了一些。啊，有一些啊，就是加了一些这种笔触，但是总的来讲呢还比较老实。你看这是金东新的东西，是金东新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是吧？是这就是邓石如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特别明显，这里面还加一点呢带篆意的啊，篆意的啊，篆意的。然后呢这也是邓石如的东西啊，这看着都是里面这就是现代人的这味儿了。古代人不会那么缩手缩脚的，这也是现代人的味儿啊啊！这有些地儿挺好的，而且有自己创造的一些东西，这都我觉得这是不错的。你看这个“志”字就舒服一点哈、啊，舒服一点的，啊，像这个“勇”字啊，这都是有点古意的，有点古意啊。姓字，姓字好，姓字写得好，姓字写得好。文艺古代，这个字也不错的，这一看就是文艺古代啊。你看我们赵老师就是非常喜欢这个样子的啊，这都是有的。你看这几个字都写得很好的，啊，写得好，这字也不错的啊，蛮不错的。像那木字都有简朴的味道，多像汉字。对。对对，非常好，这块写的非常的古拙，古拙非常好，啊，长短的地方，圣字呢？你看这不张骞碑的味儿吗？这不张骞的原字吗？啊，原字，这个我们到时候都看着，我们一看啊，就都跑不掉的啊，都跑不掉的感觉啊。这个落款儿啊，落款儿，曹孟德啊，曹孟德是一首啊，十年。是辛丑，辛丑冬月鱼，大连嘛是吗？是大连吗？嗯，大连，我不是大连，这古汉安吉啊，不是安人家安玉芳，玉芳蓝不是蓝，这不是蓝，这属于古，这是叫应该是汉安，古汉是汉安吗？古什么安？这是汉安，这有点不清楚啊，有点不清楚。嗯嗯嗯，玉芳、好，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记不记字啊不重要啊，重要什么知道吗？重要就是说，他你光记字不行啊，他笔写不出来，是啊，而且呢，你记完了之后，这笔还能把它给写成一致了的感觉，是这也不错呀，是吧？啊，汉安，对，与古汉安，这应该是个古字啊。章草，章草呢，倒还没到这个火候，但是章草，咱虽没到火候，但是也常写。你看这样子了吗？也常写啊，挺好。首先呢，先肯定一点啊，就是说，笔呢沉，啊，有一些这个。淋漓和苍浑之气，啊，这个气呢，一点有点感觉了。就你一看这篇作品，它能够跳出来了啊，有气，有气啊。质感的话呢，有些地方稍微还康了一点，就是稍微的没有力量一点啊。我们先从一些地方来看啊，一些地方来看。那么就是说，从我们刚才点了几个字形还比较不错的，这都算字形不错的啊。寿字底下这块不错，上面写的散了，是啊，这油字左边这全就写散了啊。这里面呢，我们就是要求它呢，就是首先一点就是能不能更加的一致性，哎，纯粹啊，它一致性啊，它再慢慢的梳理一下，知道吧？再梳理。哦，内江嘛，这是内江人，内江人。你应该知道啊，内江人啊。那么现在我们再看起来的话呢，就是
他的笔毫扑下去的力量，嗯啊，还好。为什么我们说万年好？他肯定，嗯、我敢肯定啊，他在这个当代的书法的培训班里头培训过，嗯，知道吧？所以他这个笔啊，他很沉，敢用，嗯，知道吗？这笔摁下去走，他敢用，是啊。要真正要写到临到这步的话，那得有个起码有一二十年的功夫。是啊，这是要还得对哈、啊，还得对、嗯。那么为什么说有些地方你看像这几笔摁的，嗯啊，这一看这绝对是，哎、对、嗯，跟人有学过，他敢摁的这种动作啊，这种动作，你看像这几个动作啊，他肯定摁过的啊，这摁过的。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呢？要把这些摁这部分变成往前走的部分，更多一点儿，不要都摁着。啊，都摁着，都在里面村着，都在里面擦着，是吧？因为什么呢？你现在能实现的一些，就是像这种有滋味的这种细节，嗯，但是整体出来这种气弥漫的不够，它现在有这个气的感觉，啊，就是这个泥土的这种芬芳是，哎，有一种感觉，是但是呢，它没有这个弥漫，啊，这个弥漫的这个感觉还要有。啊，这个更重要一点，更重要一点，左右之间的结合一般，是啊，一般，一般，上下的交代一般，一般，单个字现在刚刚有一点，而且呢，在用笔这块呢，相对来讲啊，是一种啊、有一点点的这种超长的老练，就是什么叫超长老练？就是说，本来你没有不是完全是写到老练的，但是你已经有老练之态了。嗯啊，就是这种啊，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挺常见的一事。但是好在哪儿呢？就是说有些笔画呢，就是你看我画这个瘦字，它一笔一笔衔接之后的感觉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啊，这种样的好。老的这种一笔一笔衔接叠这个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当然我们画这个几个圈的都是我们很认可的地方、嗯、啊，认可地方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字啊。它要成团成气，嗯，什么叫成团成气呢？就是说，你比如说这个"围"字啊，这个"围"字啊，啊，这个"围"字，把它这个成这个团要团起来，啊，团起来，啊，是吧？这个团起来，这个。我们再看，你看为什么说姓好？你看姓这个上面和下面团的非常好，嗯、但是那个肾呢，就完全就散开来了，看到吧？这肾散开了。还有你看这个胜，胜利的胜，这胜利胜呢，你还可以把它单独放一边、嗯、啊，单独放一边。你看它这个是吧？它这个胜字是这么写的，嗯，啊，你看这个单独的两边非常的独立，而且吻合是吧？吻合在一块儿。你看，像这个"记"字，这马就不能到那儿去，马到这儿就可以了，是吧？用笔，哎，你一下就抢它的这个地方了，是吧？这个地方，啊，你看这个腾蛇这个蛇啊，这个蛇字这个稍微的这个再深一点儿，这么出去就好了，就稍微这块大了一点点。嗯、那么"立"字呢，可以把它收一点，把它给大一点，是它就好了，你看是吧？这样不就好了吗？是吧？物字也是，这物字又像谁你知道吗？何少吉是何少吉，多像何少吉的这个物啊啊！然后呢，秤字呢就没必要把底下给那么大了，给底下太大了啊，把它拉开来就好看了，还得给大了一点。那么之字拖过来一点好了，是吧？这个。缩字呢，这里面它搞得稍微满了一点点，挺好的，嗯，挺好的，是吧？挺好的，嗯，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来，就是把这个笔画哈，再把它是裹一点儿，然后再提炼的简单一点儿，嘛，不要那么混杂，有点混乱啊，混乱。就是他这个笔画出去之后啊，他不够凝练，是再凝练一点是啊，
就会好，就好像不修边幅，或者是有些地方就是看着都太原始了啊，不行，得有一个一点点修饰点的地方，是吧？这个章草这块呢不着急啊，这个你要是形成了字与字之间的关系的话，会影响到章草，这时候再走章草就行了，非常好。章草的笔画也没问题，很到位，就是整体还没有达到。广东论说明不了什么，得提起来，哎，形成一口气，对，再把气提一点，不要把笔都扔下去，哎呦，提住气的部分再多一点就好了哈。腾蛇这字儿不念腾，这念盛。腾应该是这个字，应该是盛。腾字那么写。腾字底下是个土也行。是。那个虫也行。是。啊，这字儿是个盛字。